大家好，我是 Cat Sis。这周 Nine Phone 是萨瓦图恩之歌，条件是跑步回血和异常侦测。这个 Nine Phone 呢，在之前几周也是出现过的，其基本上呢，从上上周开始 ，Nine Phone 就是在循环之前所出过的一些条件，毕竟该出的也都出过了。而这周的萨瓦图恩之歌呢，也不算是难打，按照正常的这个路径打就可以了。毕竟它是打异常侦测，所以说你需要比较熟悉这些异常的位置。不过这次有个 bug， 也是在之前就发现了，虽然不知道有没有修正，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的。这个 bug 就是利用最初的四个异常物来无限刷时间，虽然说是无限刷，最多我估计只能再刷10分钟左右。它刷时间如果过多的话，它会提示时间已到达上限，而这个上限是在不断减短的，只不过可以给玩家提供大量的时间去跑完全程半。这个 bug 只是稍微刷下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花太多时间一直去刷这个 bug， 把时间刷满，因为毕竟你后面还有其他异常可以吃。这个 bug 的刷法呢，是在 strike 刚刚开始的时候，在玩家第一次开启大门之后呢，会遇到一只 og， 杀死 og 之后呢，这个 bug 就可以开始刷了。刷法呢，就是从这个点开始跑到日光室，从日光室跑过来之后呢，会把前面的四个异常物给刷出来，这个时候去打异常物就可以了，然后这样来回跑就行，一个人就够。不过本身整个 Nine Phone 并不是特别难打，大家选择自己熟悉的职业去打就可以了。然后我是用的虚空猎人，至于泰坦和术士的话，我觉得还是用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毕竟主要是清一些大只比较麻烦之外，还有个 OG 之外，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难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它是奔跑回血，所以说需要一些场地进行一下回血，不要直接冲到敌人堆里头去回血，因为基本上是回不起来的。武器选择选择一些中远距离武器，因为本身打 OG 还有整个 BOSS 的时候就需要这些武器去打。而且这张图的话有很多远距离战，远程武器的话是选择这个能量武器会比较好一点，动能武器的话就选择一些火力比较大的手炮也是比较不错的。而且这周大夫还是非常好打的，就算你时间不够的话，也可以弄一下 bug， 然后去刷一下鼠王，也是非常的方便。那后面呢，就是这周大夫我们打的娱乐视频，大家拜拜。这有这人有很多个吧？三个，他们有一个打架了。这边那边还有一个，在那个里那边有一个。Unhuman reaction 。你还说 I'm so nervous， 那你又是怎样？怎么写？哦，还不行！干这婊子，给我弹药啊！哎，小怪怎么闪现了？杀出你的生命，杀出你的生命，就是无限放 super 就这个意思。哦，我忘记当时不回血了吧？干什么？对、yeah. ，那个也死了，这么快？对啊，都死了，我把他一次炸掉。对，来一只，好吧。不回血好烦的。啊，我不是杀哎，守卫不是我杀两只，为什么还没有？还是一？哎，对，没死掉吗？那哎哦，死了，瞬间暴毙，我不知道什么。神经病的游戏。我觉得他很明显死了，也没有尸体。他说不算，太快了不算。我好惨哦，哈哈，超惨！人家可是坦克，嗯，我记得这里后面好像有一个可以不要打掉，不要打掉，嗯，你要再刷个十分钟出来吗？就来回跑就行，你不用吧，可以跑一趟刷个一分半钟，这个挺效率的，跑一趟一分半钟，我好像用不了那么多时间，对啊。现在也刷不了多久了吧？
没了，就一只而已啊。四只关吗？四只皇冠。四只皇冠出一个中单药，妈二十趴二十五趴几率啊！你以为在升宝升宝石了吗？60%。对啊，那几点太低了。哎呦，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啊！哦，跑！拿吧，一三，拿吧，拿吧。就好像上面是不是有一颗那边上面？我刚打爆了，那应该没了吧？那在堆。对。还有吗？下面有。没有哎，为什么？应该是在下面吧？侧面还有一个。OK， 没了吧？还有？哦，这有个是卡在那个门里头的吧？我记得。在这里头了。哦，对，在这里头最后再绕吧。对啊。真的是没了。这等于14分钟哎。那他们都没有光年了，还是没乱窜，他妈有病！哎，他躲了也不是办法。所以他们也太大胆了吧？干他 F 的那个嘞，巢穴，妈有个大胆。干！碰到能别动啊！我已经死了。又没打中啊！我操！他逃跑的有多快、啊？哎，我死。哦吼！干！妈，这个 OG 他妈可能躲了，操蛋！我靠！干！我要跑一下补血，他妈的竟然可以打到我！这 OG 一炮把我打死，妈！眼神冲击他的技能，还叫饥饿重流他的名字。我走哪去了？原始欧哥，哎，他死掉了，为什么从我这边出现？那个嘛，我这里刚没有雷达，突然啪，直接一怪。我操！神经病啊，其实。我没有按摩棒了。哎、欸，我靠，欧哥跟女巫、喔。对啊，两在一起啊。那个女巫要先杀，不然你冲过去很容易死。就。干，你怎么在那边？
我操，从他两只手中间穿过去了，干，这什么鬼啊，这火焰桶有问题啊。他可是欧哥，我从三发火焰桶一发都没打中，什么鬼啊，他可是欧哥。I don't know how much more my ghost can take, and I'm running out of ammo. Just lie low, we're coming for you. Lie low is not in my playbook. 他什么时候能够升怪给我？我要按摩棒卡那 buff。别蛋了，哎来了。So many lives wasted. High by monsters.嗯，靠，这个骑士啊，他当时我看到他只有半个身体在外面，然后他就往后退的那一瞬间开了一枪，竟然打到我。他可是骑士。你可以打，疯狂打公共。那个骑士的血，哇靠！他比我还会扭啊！他们绕珠子转啊！他们最好就我刚才要护牛，我觉得应该是棒击已经习得了全境封锁的技能，掩体。我感觉贴在掩体后面再也不出来了。他太神了！哎呦，你恶心死！空的又空，干一个扭的要死，今这就害我什么情况？多动症吗你们？哦，送弹药宝宝。Today have red， 没有没有 red 啊。自爆，哪里？背后骑士。哎，球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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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士血没那么厚啊！妈两管，我靠！这欧哥他们才猛。你看他一个守卫躲两发，是不是？那欧哥，哈哈哈！我靠，这欧哥他妈太猛了，这么庞大的分区，然后一发都打不到他，干，太扯了！我躲啊躲，他们没事。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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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啊，我靠！你们纸包？我要花一颗让他干死。啊！啊！上吧一下，上吧，上吧。我隐身。没才。这边应该有一个吧，那么亮。I might have an idea. Let's find Taco. Taco.
差点错过了那一个。Embrace the praxic fire.我记得头顶上会有一个的，没了吗？在装弹药吧。那里有一个，他躲在后面。This is it. This ends here. This ends here.真的，我跟他对轰，把他被他干掉。跑喽跑喽！弹药 bug， 那个分裂弹打不到他，太搞笑。对啊，全部无效，全部掉下来。哎呦，滚！这样怎么会有火的？哎，小怪会丢手雷啊！哎呦，他会丢手雷哦！怎么有一种第一次见的感觉？我吐火 ，magic 是吧？哦，兄弟！哦，我再也给力。哇，欸，那个魔眼他妈就是要杀我就是了，盯着你不放。我血回满，然后又没有，回满又没有，回满又没有，然后跑到没路就。好。哎，我他妈要死了，操！快逃！哦，不要试我干，谁呀？谁呀？操！过去了，我帮你把那礼物点掉。现在是，哦，看，
不是，你是把礼物点掉，他死前在他脚底下放了一个那个减速圈，他老跳不起来，我摔死。那个位置也太精妙了吧，靠！造造 CD 中，太诡异了，太诡异了。哎，智障跳！那球啊，怂死了嘞，快点！消散了，消散了。庄严圣歌，坏消息，都是垃圾。你拿五点将。门不会卡的啊，是卡 bug。 满满的垃圾，这档子快升级了，一颗球了。这一档一颗球，我看太快了。哦，没有啦，没有啦，差一点点，长半颗了。也太快，长半颗了，半颗球了，半颗。